Hello， 我是 Kylie 啊，相信大家都有试过泡芙爷爷的酥皮泡芙，但原来他还有推出不同的甜品的。最近我在超市找到几款泡芙爷爷出品的芝士蛋糕和卷蛋，不知道哪款最好吃呢？首先试一下最 basic 的芝士蛋糕啦，蛋糕望落层次分明，试一下，好软滑啊，而且还渗出阵阵柠檬香。试一下这个焗芝士蛋糕先，这款蛋糕比起头先那款口感扎实一点，而且还有好香芝士味。跟住试埋这款浓厚芝士蛋糕啦，真的很浓芝士味啊，而且还有好重的蜜糖味，吃落又不会很甜。除了 cheesecake 之外，这个牌子还有忌廉卷蛋，有 cream 上面有很多 vanilla 纸，而且件蛋糕还很松软。喜欢吃蛋糕的朋友都可以试一下。Yoo-hoo!